在美国，我想你们都应该到了交朋友的年龄了。我搞女朋友不？太忙了，一定忙了。你呢？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长得不好看吗？对，还对呀、啊。啊？女生不喜欢我这种，知道为什么？可能距离比较远一点啊。那他应该女朋友很多、啊。他就是另外一个回事。我是另外一回事、啊。没有没有，我是在找斯文的，但是这样的时间吼，比较乖，比较温柔，啊，较点的查某囡仔较少，所以就排除。两个不要那种哇塞哦，哇塞，乖乖。就是不要会划水的那一种。是是。啊，对对对，溜冰是可以的。啊，你也溜冰有没有什么款的？对我好。头发。头发、啊、对你好，当然一定要对你好。煮 kimchi 的 ，kimchi 是泡菜。对对是是。哦，你也喜欢韩国的女孩子啊？啊？哦、，you 瞎了眼睛啊？我瞎了。没有。开始。对，听说了，你跟金元轩在 disco 有碰过，是不小心碰到的？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他跑哪里去了？你的呢？我的什么？你希望的女朋友大概什么样子？觉得她要对我好，也不要太假，不要太假。比方讲，什么叫做 gay 呢？女塞奶嘛。可是她的个性如果本来就是这样，这种，她本来就是这样，那她不假，你喜欢吗？各位邀请到的这一组特别来宾，他们活力充沛，武艺精湛，深受青少年朋友们喜欢的团体。他们特殊的风格呢，在国内引起了许多的风潮，可以说是目前最 top 的一支团体。一起来欢迎 LA Boy。兄弟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对嘛，我说暑假到了，怎么都还没来上我们龙兄虎弟啊？这样子会对不起观众朋友，大家都非常想念你们，有没有想念他们？有。谢谢。那么大家年轻的朋友们暑假都去 enjoy their holiday， yes， 但是你们却要投入工作。可是我也是很 enjoy 我们的工作，也是在 enjoy 啊。Yeah. 可以在里面感受到快乐吗？有的节目，对对，有的节目是很快乐。对，有的节目。有哪些节目是不快乐的？哦，不快乐的，当然不是你们的节目。哎，反应进步。哎，他的反应也开始进步了。有哪些节目不是很快乐的？哪些就是没有飞哥的节目，没有那么的开。这个反应也进步了。对对对，这个人，因为两个人讲如果一样的就没有意思了。对。啊，在美国，我想。你们都应该到了交朋友的年龄了，有搞女朋友不？太忙了，一定忙了。你呢？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长得不好看吗？对，还对呀、啊。啊？女生不喜欢我这种，知道为什么？可能距离比较远一点啊。那他应该女朋友很多、啊。他
就是另外一个回事。是另外一回事啊。没有没有，我是在找斯文的，但是这样的时间吼，比较乖，比较温柔，啊，较点的查某囡仔较少，所以就排除。两个不要那种哇塞哦，哇塞，乖乖啊，就是不要会划水的那一种，是是啊，对对对，溜冰是可以的。啊，你也溜冰有没什么款呢？对我好，头发，头发对你好，当然一定要对你好。煮 kimchi 的 ，kimchi 是泡菜，对对是是。哦，你也喜欢韩国的女孩子啊？啊，哦 ，you 瞎了眼睛啊？我瞎。没有开始，对，听说了，你跟金元轩在 disco 有碰过，是不小心碰到的。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他跑哪里去了？你的呢？我的什么？你希望的女朋友大概什么样子？觉得她要对我好，也不要太假。不要太假。比方讲，什么叫做 gay 呢？女生那嘛。没有。可是他的个性如果本来就是这样，这种他本来就是这样，那他不假你喜欢吗？啊，卖小 gay， 爱实在啊！听说你们三位在美国来这个很流行一项运动，你们三个人也参加了。嗯，我们不管怎么样，先看一段。啊，好。今天龙兄虎弟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大饱眼福了，因为 Arrow Boy 将展现一段从未在荧光幕前表演过的特别舞蹈。现在他们三个人正在为这项特别的表演做暖身运动。至于这到底会是怎么样的表演呢？据洛城三兄弟表示，这是一种将舞蹈与水结合的 special， 而且三兄弟都自认自己的表演才是最棒、最酷、最炫的。因此，制作单位为了顾及三人的兄弟情谊，那我们只好以划拳的方式选出一人作为代表表演，那这个人到底会是谁呢？光是工作不行，我们要介绍一点游戏给大家来玩一下。好啊，好啊，你们三个人来学一学。OK， 跳绳、踢毽子。哎，这个你们有学？美国有玩过这个吗？是不是比？这不是比。美国有，但他们这不是射飞镖，那不是，也不是飞镖。哎，这是用这个真的鼻用鼻子这样顶啊，顶，来看能顶几个？真的还假戏的？给没有？看，我们看那打。先看你们三个人，你们三个人看谁会比较会踢，好吗？嗯 ，Jeff， 好 ，Jeff 先开始。我一直踢啊，整个节目就完。哎呦，算了吧，踢两次就算了。哇塞，一、二，你看完了吧？两个就结束。我还没有热身呢。先热身，那换你了。二，哎呦，三，四，三个。哎呀，哦 ，Steven， 哇，我不会。一。好，一个就结束了。那飞哥呢？所以你们晓得，换你了。你刚刚热身完了，一、能、杀、七、勾，哎呦，拉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哦，好，这是一个完了。接下来呢，就叫扯铃了。嗯，有看过这个敏感吗？会发声音对不对？你他会喊，如果你会扯，他还发出声音。哎呀，这不是哑铃。扯铃，
用这个绳子，看到没？哪里？你把绳，你把绳，你把绳过啊？有看过，有看过。哇，所以生活在美国的年轻人很悲哀了啊！台湾这个都不会。我找几个高手来教你们一下。好，来，同学们，来。哎，来，我今天很高兴能跟 LA Boy 一起啊，对不对？他们你们三个人是我们标准的台湾的这个台湾 boy 啊，那先看跳绳，看能够耍出什么花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哦，哇，哎呦，哦。鼓励一下哦哦，慢，哎呦，你也要跳绳吗？一边踢一边跳，可能吗？哦，哎呦 ，You're great， 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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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还有花样，哇，哇塞，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！今天跟他没败哦，真棒，哎，对不对？又温柔又听你的话，对你好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一位啊，你是表演一边跳绳一边，扯铃，听话没？就扯铃不简单了。哎呦！吼！哎呦哎呦！笑容转过来了。哎呦！哇 ！Extraordinary， 这不简单啊。That one's good too。那两个是干什么的？打陀螺的。可以打陀螺，打看，来。一边买菜哈，哎，给咱看着呗。哎呦，好哎，不简单不简单哦，来，啊，记得大家都要试一个东西吧，来，要试吗？好，手已经有一个，还有哦，手上已经有一个，好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Steven， 哎，你结果刚刚拍到家己啦！我告诉你们一下，你不能这个中国人的样子，不会玩这个东西。耶！哇！好，我们先给他们三位同学鼓励一下啊，请回座，谢谢。那三位学的这个都是中国人传统的这个，这个铜玩，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有意思啊！今天也非常谢谢你们三位到我们节目来鼓励一下。对，休息一下再继续到我们的龙兄虎弟。